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翱翔天际谈古今论道理，我是洪伟翔律师。今天是5月23号的晚上，我们第55次的喝酒闲聊直播，多谢大家的支持。在进入正式讲题之前恳请各位读友帮我点赞分享今天的直播，也记得 subscribe 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这样子才会有更多人来看我们的直播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我们现在就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讲题，就是到底应不应该全面封锁。这个课题讲了很多次，但是近来越来越多人认为我们不应该全面封锁，然后很多人转发两句话，第一句就是如果你不自律封城有什么用，如果你自律的话又何须封城。很多人转发，很多人认为这两句话是对的，认为我们不应该再全面封锁，人民应该自己自律，不要靠政府，我们自己靠自己。我的看法是什么？确实我们不能靠政府齁，给得加个给得，我们的政府是无能的，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自己不遵守，然后一点能力都没有，简单的事情做得一大糊涂齁。所以我们从来不指望这个政府，当然我们要自己照顾自己。但刚才说的那两句话，如果你自律封城，要封城来干嘛？如果你不自律要封城有何用？这两句话我是不同意的齁。因为这样子说的人，如果其实他们，我们先不说这样子说的人是为了帮政府开脱，他背后隐藏的意思其实是有为政府开脱的嫌疑，就是都是你们人民不自律，如果你自律根本就不会爆发，不关政府的事，是你们不自律，政府有没有封城根本没有关系，所以有帮政府开脱的嫌疑。但我们先不谈这一点，我们就谈谈这句话，他其实他的背后的想法是什么？就是无政府主义，认为我们的社会是不需要政府的，人民自己努力就可以管好自己。但无政府主义其实是一个学派，是一个政治学派。有些人法国大革命的时候，他们一开始革命的理想、革命的目标不是推翻君主制，而是要无政府主义，认为我们人民可以自己照顾好自己。回到远古时代还没有政府的时候，我们原始社会是没有政府的嘛的那个时代，他们认为那个是天下大同最好的时代，但不得不说无政府主义其实是错误的，也不是说错误啦，其实是被淘汰了，不合时宜的一个理念。我们现在当代的社会当代的政府全部都是有政府的，只是你的政府是应该怎么样去选出来，无政府主义是不适合我们这个很 complex 的一个现代社会，所以本身他在后面的这个想法，这个思路本身就是不合时宜，就是错误的，放在现在的 context 里面是不对的。然后我们看这两句话，他说如果你自律要封城来何用，这是错误的，全部人都自律，我们还是要政府来管理我们，如果政府他没有跳出来做出这些法规，比如啦，我们 98% 的人都自律，有 10% 的人不自律，不可能全世界的人想法都一样嘛，我们就当做 98% 的人都自律好了。但是只要有这 10% 的人不自律，我们抗疫会成功吗？不会。你自己隔离，你自己不出门，你自己待在家，你自己不去上班，你自己 work from home, 我问你，你可以自己这样做多久？只要那 10%、20% 的人不自律，一直在外面这样子去做让病毒去传播，那我们难道要，我们这些自律的人难道要一直就这样子自我封闭下去吗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。所以必须要有政府插手，因为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复杂，人也越来越复杂，我们的看法想法是不可能会一样的，所以你鼓吹你自律就不需要政府的干预，这是不对的。就像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要有法律，为什么要有法律，人性本善为什么要有法律，就是因为永远都会有害群之马，我们要有政府来制定法律，来执行法律，来对付这些少数的害群之马，只要有一个人犯法，大家都是奉公守法的，只要有一个人犯法，这一个犯法的人如果没有受到对付，他所做出的迫害是非常非常之大的。
所以就要一个人去管制这些恰恰不能自律之人。所以确实我们要自律，我们要 get 加个 get， 我们要自己照顾自己、哦、但你不能把政府的 context 从这边拿出来、哦、必须要有政府的干预。比如刚才说的两句话，第二句话是什么？如果你不自律，要政府的 MCO 有何用？这也是错误的、哦、你不自律，政府的 MCO 可以对付你啊，可以强迫你自律啊，这个恰恰就是现代政府要政，现代社会要政府干预，要政府制定法律的原因所在。好、哦，我举个简单的道理啦，哈、哦、，MCO 现在哦属于半套的情况，哦就是一半一半，我们很可悲哈、哦，我一直说 MCO、CMCO、RMCO、EMCO， 其实应该是红绿灯的情况，红灯停，绿灯走，橙灯。Orange 色的灯你就准备停，这些是我们都知道的嘛。其实 MCO 它就像红绿灯一样，你亮什么灯，你出什么政策， MCO 也好 CMCO 也好，我们就知道要做什么。但是在无能政府的统治之下，它把红绿灯全部都打乱了， MCO 不是 MCO， 红灯不是停，有时走有时停。你可以想象一下吗？你开车在路上，红灯今天是停，明天变成你停了可以走，后天变成你停了不能走，要后面有轰你才可以走，那你驾车会不会大乱、哦、恰恰我们政府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子、哦就是这样子，一天三变，悠转又悠转，连 SOP 都没有定好， MCO 是什么都没有定好、哦、现在 MCO 变成有 1.0 2.0 3.0 3.1、哦、Pro Max， 很多人去嘲笑政府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、哦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所以MCO 有用，相信大家都知道、哦、很多人鼓吹我们不要其实 MCO 无用，也有人鼓吹 MCO 无用论、哦、就是说我们要跟尝试跟病毒生活在一起，而不是逃避病毒，就让病毒在我们生活之内散播正常化，然后我们做我们正常的生活，不要给病毒影响，就当它是轻微的流感、哦、有人抱持这样子的想法。但是我们看这个病毒不是普通的伤风啊，它致命率非常非常的高。之前我们的国家是 0.4%， 一千个人有四个人死亡、哦、现在已经你看最近的数据，六千个确诊，五十多个，五十七个人死，五十五个人死、已经差不多来到1%的症状、哦、这个病毒的致命性非常非常的高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它会有很多重症患者啊，这些重症患者，这个是我们去年就已经说过的哦，我真的没想到我现在还要重复去年说的东西。这些重症患者他们被送进 ICU， 被送进医院，被政府隔离，其实他耗费的是整个政府的医疗资源，不只是会针对这些被肺炎感染的病人，还包括了其他生病的人，比如需要政府照顾的洗肾中心的人，或者是患上癌症的人，他们也一样被影响。像我的阿姨齁、哦、因为她患了癌症嘛，就因为这个病毒医疗资源不足够，所以他们的interview 的时间都被拉长，都被缩短、哦、就有这样子的情况。所以你说跟病毒同在，我们的确诊一直高居不下，其实耗费的是更多更多的资源，耗费的是更多更多的金钱、哦、除了刚才那两句话，网络上也有很多人说到啊，其实如果封城封的话，大家饿死，因为经济完蛋嘛，不封的话是病死，这句话我也不同意、哦、其实你不封的话是病死加饿死，你封的话你可能会饿死，但是你不封的话是病死加饿死。为什么？大家想一下，现在我们每天都这样子确诊，如果我们没有采取措施，政府还是一样这样子，我们的确诊现在我们已经超过印度了、哦、今天的数据，我们的人均感染已经超越印度，是全世界最糟糕的国家、哦、如果这样子持续下去，每天都上万人，接近一万人感染、哦、我们现在60个人有一个人感染，过后50个人40个人30个人，我们的经济也是完蛋啊、哦、所以你封不封，你封经济会完蛋，你不封经济又何尝不会完蛋、哦、所以也是一样死，也是一样死、
哦，医疗资源耗费，政府资源耗费，然后我们经济一样会崩溃，一样会受损，哦，这个是无可避免的。所以我是支持封的，但是我不支持政府这种半汤不水的封城措施。 MCO 在全世界被验证是最有效的抗疫手段，哦，因为最简单，你没有人上街就可以隔断隔绝这个感染链。像新加坡，像台湾，20多个人确诊，他们就马上封的原因是什么？不要再让疑似没有被找出来的带菌者患者去感染其他人。我们在封的这段时间，我们去大量的筛检，找出来这些人，把这些人治好，我们再开放，哦，必须要这样子，这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，哦，但很可悲，我们的政府要封不封，封了之后也没有去采取这些措施，大规模的筛检，找出这些隐性的患者，来杜绝接下来的爆发。所以我们会封了又开，开了又封，封了又开，开了又封，症结是在政府。人民不管在多么的自律，哦，政府是这种死人白灯，我们永远都是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出现。所以我百分百支持封，但我不支持半汤不水扭转向现在的封城。我早早就说了，如果你是这样子半汤不水的封，那你倒不如不封，哦，倒不如不封，反正都没有用嘛。为什么没有用你还要封，让到大家都无所适从，直接开放，哦，直接开放，死就死，反正本来都是死的，哦，所以情况就是这样，哦，当然要抗击这个疫苗，我也是很早就说过，我们必须要抗击这个病毒，我们必须靠疫苗。所以真的呼吁大家一定要去接种疫苗，如果疫苗没用，全世界都完蛋，马来西亚更完蛋，哦，所以有机会接种疫苗，可以登记疫苗，一定要去申请，真的真的要申请，要对全世界这么多人已经施打了，这么多国家已经承认了，哦，不止我们的国家，要对他们有信心。如果这个疫苗没用，我们就完蛋了。但可悲的是，哦，我们的疫苗接种非常非常的慢，现在才 2.多%的人接种，要真得到 80% 不知道何年何月。当然凯里一直在信心喊话，说下个月开始可以到7万人，可以到8万人接种，我们希望如此，哦，所以现在我们封城其实就是在 buy time，让我们的医疗资源，让我们的社会不会在疫苗接种完成之前就崩溃，哦，就是这样子而已。所以你全面封找出来，你至少可以买，像新加坡整年其实都已经控制了，然后最近有20几个案例，它马上就封城，哦，台湾也是一样的情况，原因就在这里。所以包括在我们的铁粉群，包括在脸书，包括在报纸，各个留言都可以看到，大家说封就饿死，不封就病死，然后大家在广传要自己自律，不要靠政府。我是不同意这个观点的，原因就在这里，哦，政府是一切的症结，不要把这些责任推给我们的人民，哦，政府做错了什么，我说过很多次了，我甚至直接说他们是狗官，我这里就不重复，哦，今天这个讲题就是针对这两种在激烈交锋的看法提出我自己的见解。我的见解一向来都是很明确的，我不会模棱两可，我不会再站在中间派，哦，各打50大板，哦，就是这样子，我们第一个讲题就讲到这里，看一下大家的留言。